给我一个吧，多少钱一个呀？中。螺蛳吧。加鸡蛋再加两块钱，要不要？啊，给我一个鸡蛋也中。加个吧。啊，给我多放点辣椒。啊，中啊。你有多大年纪啊？我80多了。八十多了，这么冷还出来？这我冷也没事，这成出罐头了，没事。洋葱要不要的？啊，中，给点也中。白天不出来吧？白天不是，光这四点多到五点。嗯。那天呢，今天不叫吃。啊。这是啥呀？这焖子可好吃。焖子肉是吧？不是肉，咱这是清炖的。哦。没有肉，没有肉，按照干上肉好吃。焖子。你一吃都知道。好。辣椒要不要的？啊要。啊，这个辣椒香。嗯，辣椒香。嗯。这样要吧。啊，中。要鸡蛋了啊！要鸡蛋，过个鸡蛋吧。好。白天不吃。啊，他们都来有那上班都想白天吃，白天不吃，晚上俺都一桌大桌，没事儿要穿的好。没事儿。干了这出半天了，习惯了。你穿的。你这出摊都到多少年了？干30年。出摊30年了。啊。呀。你现在吃饭的。啊，给我吧，九块啊。啊，都不要菜，都是让我。不让出来，你这是闲着没事干。着急，我闲着着急，在家着急。哎呀，夏天出来没事，冬天这么冷。你要是在家里，再说的光家伙冷了不是？嗯。你这出来搁到这危险也不冷。也不冷，习惯了。成年的危险。那你这晚上几点回去啊都？一点多。凌晨一点多吗？一会儿还到2点。呀，你怪厉害了呀。你下午出来你。以后白天不要干，晚上跟着熬会儿，熬到一两点。哎，一会儿十一点走，一会儿熬到一两点，也没回去，咱们菜卖完走。那我走了，大娘。嗯。这个大娘的螺蛳酸菜真的很香很香，在郑州吃了这么多回了，我不敢说八第一吧。这会让我想吃螺蛳酸菜的时候是想专门来买的那种程度。说实话，我对这个焖子，我以为焖子是肉了，这个焖子很香，炸着了，我不知道，真的很香。